女星吴佩慈日前被曝与香港富商男友纪晓波感情生变，纪晓波在大陆包养微博名称为姚玲玲儿的小三。据网友爆料，该女子外形靓丽，且年龄又比吴佩慈小了10岁，还有两人同游意大利照为证，包养传闻似乎为真。虽然小三承受不住舆论的巨大压力，连发2条微博否认绯闻，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终止。连日沸沸扬扬的传言让正宫吴佩慈都坐不住，在今早转发姚玲玲儿的澄清微博，并表示在此声明，我们此生不曾听说过也未见过这位小姐和照片中的高大男子，网络上的虚拟新闻请到此告一段落，我知道很精彩，但不是真的，再精彩也没用了，展现正宫的宽大气度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稍后报道。